包。恩公慢走。哦，完，就这样把我的恩公拿走了。恩公带回家后，完，摸不到牌，我们两个摸不到牌。恩公变聘，恩公带回家，拉锁给你吃，赞了哦，来不及的，没有来不及，只要你努力，好哎。教育，这个时候突然教育起来，只要努力。白皮。啊，你这样子猜，你是想要三饼？差一点。就是阿饼，真好吃哎！我在减肥好了。那这真的很好吃。哇，看得出来它很好吃。发财。哦。你这样子要6万，这么低级，哦，低不低级不是你决定，3万，是你是，三万，是你决定，是我，低级，那是什么？那个薯条？不是，这是蜂蜜蛋糕，哦，这是烤到干掉的蜂蜜蛋糕，九零，痛，痛，七条，我一直要什么？鸡，痛，妈，不胖。忘了，忘了，忘了。不是你不碰，很难打。我有一只不敢打。也吃饼。阿饼。我有一只不敢打。敢。我一个很鸡掰。怎么了？急。8万。我好没碰，耶！机会不要啊，浩哥。耶！可以摸牌不？很奇怪，不怕哎。你怕？那你不要玩。那你下车啊，那就下车啊。不要。那我应该要期待摸牌吧？好，期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心态调整中，调整成功。哎。7万，发财，4万，6万，1万，1万，5条。要，光公之王红中一花，周瑜正，差一点去看，拔掉！我害怕你的白点，八台，我害怕你是白，我不是小姨，11点吗？对，啊，我当家，不好意思，不用了，11、12，再来，11。奶姐 ，Jerry 问说，如果最后两次摸牌前加刚好杠牌，然后我摸牌自摸，他说不算，因为过海底了。请问这样到底算不算？这个呢，就要看你们玩的是杠一减一，还是这个铁八，还是铁七？对，如果有花的话，通常都是铁八或杠一减一嘛。那有人杠牌的话，杠一减一的话，那的确是这个会少一张，导致你没办法海底自摸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但如果是铁八的话就可以，所以就是看你们规则怎么玩。基本上只要你还有牌可以摸，那你这个海底自摸就没问题，所以就看当时的情况咯。好，有任何问题的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在下一次的赢能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